作品先拿着一把 M16， 放到一个 salute， 因为 4M 这里也是有一些载具的地方有人架门口。是的，两把枪在架他，他害怕。嗯，他只能打个过点。哦，漂亮！salute 打不起药来，他没洗，没药，没药。再扶。右边出去就好。你别动啊，这两兄弟你就别动了。这血量。两个、哎、没问题。哇，把你的心我的心踹出来了。太激烈了。但是高点这里有人啊，能爬回去吗？啊，这个位置门没关，赶紧把门关了。是的，是的，关，来人关门。队友上房顶了。漂亮！你在干什么，兄弟？可以。他太需求那个斧头、你知道吧？是啊，他就是一直想硬补。他，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觉悟了，就是我要恶心你了，因为他在近点那两个人是肯定救不了的，我只能先恶心恶心你，所以我先把这，想把这个人给补了。上房顶上的很果断啊，就剩 Soul 的最后的一个千万要团，对吧？报个团。对方是个大盘鸡。子弹是比较多，但是呢，可以用，肯定是它的使用率要比 SCAR 和 AK 要高很多。我已经看到天路和石溪在抢点。哎呀，就是这个点，对，又是这个点，又是这个点，你又倒了。这波石溪可能，哎呀，我的天呀，差点，哎呀，其实我觉得中期石溪打的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他打了一波小反扑，但真差一点儿。哎，哇塞，这波你不去打 ADC 真的绝。绝了，真的啊！这堵桥，单方面殴打。嗯，心疼 USG， 受伤的总是他。他今天受的伤特别的多。嗯，之前怎么去在前期搞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在前期被别人搞。我天霸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意外了。是啊，哎呀，这个燃烧瓶没扔出去，但是还是直接被打掉。可以服。一下。终于结束了，这个时间还不算晚啊，只是要可能要再多发育一会儿。按照 NewIP 的性格，现在不够富。再看 V7，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 GX 他们也动得比较慢。V7 这里其实是没有全部都来的，他有两个人现在才刚到。巨幅这里人数上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劣势很大了，打了一个但还不好，哎，上楼能补吗？哎呦，没机会补。哇塞，这今天这个为什么艾伦哥这把打下来感觉大家打的这么位置跟街道二的面积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概率还是很高的。哇，牛，但是血量有点低。补啊，就有找机会啊，不行，要先打。他有梦想，他有梦想。兄弟，你别慌，小安你别慌。听到了。我们看着有点卡，他应该是很流畅的。有梦想，真的有梦想，有梦想。然后奖励，我不是真的要渣渣灰了。哇塞，史密尔居然还是个机秒，完了，机一下倒俩。哎，但是 Rainbow 扛住了。是的，两个丝血。给印度那机又没怎么做事儿。是的。是吧？你意思说印度那个做事率不如朴老师吗？哎，这波货点没打下来，我吐了！哎呀，兄弟，这波真的是给到机会。他打倒那个人，就是直接就是加四分，一线下这分数，要么对方服了，要么被补掉了，对吧？嗯。哇，这真太亏了。现在一分。现在 Rain 里面，天霸已经准备好接这个牌了。等小杨出手之后，嗯。先放倒一个。那现在 GX 头一回，对吧？想让这个时候从洞里钻出来，一再吸引。这里听到车声了 ，4M 是 4M 车不多的。牛皮看到了奸计，可以把奸计的位置给接盘了。嗯，捂着人头。哇塞，我现在脸上只有马赛克。哎，我都。Me too 。都是一样。双抢。这是谁？林树。北部这一块的话，天霸因为已经先站好位了，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要走，一枪头。那小杨没有出场机会啊，到现在他还在打药吧？应该。小杨确实，
庞弟弟倒了 ，Pero 在屁股，另外一侧山脊上面开火，五了，四被倒，对方是在沟里的，可能安全一点。看高燕高的 B， 哎呀，被明明给打了。是的，他这个位置其实等于是对 Jenny 形成了一个完美枪线，但是侧面有人在抽，这个没办法。是，哎，龙宗泉这 mini 打脚的伤害是确实低，又是一个雷，漂亮，查查路，再拿一分，就是又是龙宗泉一个。过来夫人，过来夫人，烟给了，烟给了，等一等，等烟起，哎呀，被男的给补掉了，至少也换到了一些分数。还有哇，我觉得挺难，说实话。树先生，哎呀，一枪头。哎呦，纠结死了，这败了，败了。啊，龙宗泉倒了，那也就是小鹿扶起来了。还有这里是兵分两路的。这转移的关系当中，这只 BL 给的压力。是的，你 IP 就剩一个了。打一个炸一个。哎，这 BL 等了半天，就在等这个机会啊。基本上多一个人好像，多一个人。哎，没有，都是三打三。哦、我说他那个现在。啊，现在多一个。站着的是两个。嗯。天霸，小萌往前猛怼，西西。血量很低，还要再打个药。嗯。还有抽把模式。是，还有对策已经没人了。啊，这男是把七七给淘汰掉了，对吧？USG 什么时候混到了 Pero 的下面呀、啊？他是灰色的，他一直跟在 Pero 的旁边，所以没有注意他跟那个城区那个钢筋水泥森林混为一体，你给我看不到的。有比较大的优势吧，因为毕竟首先我在山上，然后我还在圈内，而且他有侧身枪线的埋位，这个埋位的位置也有 PK 的主进权，主动权。然后他这里打二手，小心啊。有点慢了，就是被对方投注打了个先手，哎呀，下面的威贝尔直接被打掉了。是的，他刚才那波真的应该是捏一个雷会好一点。嗯，好、啊，近点，阿卡德被炸倒，看这波贴脸，贴脸的战斗，胜负已经可知。但老巨血量太低，哇，还是一个二打一，二打一，哦，打赢了，打赢了，老巨能服吗？把老巨扛起来，啊，不用扛了，蓝圈刚好解决，没问题，没问题，圈还给了，上任又没有蓝。他就像一片云彩轻轻的飘过啊！是的，FTR 刚才掉过一个人，又是一波贴脸，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姿势，各换一个，一个双方大将互换啊！哎呦，这个马云龙的脸上直接炸了一个雷，哦，是我杀，给放倒。是的，是北边 GX 进不了圈，应该是从车上被抽烂了。哦，打赢了，没有，还能服，能服。黄一鸣关键时刻，关键团十个头顶，他没 G 比较快，他比较慢，他防区远了点，而且拿车，他打完 GX 还要再拿车，他太慢了。小童倒了，小童正好是开到 G 比较的脸上了，萨萨在后面架枪，对方没放倒人，对方混在烟里面。马云龙来了，这一侧应该是 Pero 能够给 G 比较来点压力的，给点 Color CC。不能让他上前，你乖乖，一枪头啊！对，因为现在在前面的话，这个队友还没有过来，没事，还有现在往后拉一步，对方就拿他没办法。机表已经少个人，稍微收缩一下，是已经少个人了。不急不急，四打二打二，一起上一起上，看到了看到了，哎呀，好，没问题，这还好有补枪，在哪儿？对方有一个过点 ，AZ 都已经在天路的屁股了，这波我觉得天路真的打不了。是的。已经除非 AZ 倒，是的，只要 AZ 倒应该对只要 AZ 找到一个掩体停车，那有没有人救一救？给黄一鸣一个机会呀、啊！看来是不会有人再扶他了。好的，恭喜 Pero 再吃一击，14个淘汰，直接冲到了第二位。哇塞，真是一支神奇的战队！哦、他主要是156分，他距离天路只有